破。这就是真正的地仙之力啊，我被苦苦追求千年，为的不就是掌控这样的力量，从此超脱世间，逍遥自在。可惜林兄不到三小时就要肉身崩塌了，唉，没想到林兄为了杀陈北泉不惜玉石俱焚。林狼牙是林家未来支柱，陈北泉杀林狼牙就是断林家的根，林树明入不了地仙就只剩三年寿命，三年之后谁去庇护林家，还不如拼死一战为林狼牙报仇呢。没用的，林树明，你不通先天之法，不懂先天之术，粗犷地操纵这些天地元气，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与寿命，力量再强不能凝聚起来又有什么用。可恶，看招，再来。不行，打不破，没那么多时间耗着了。林树明，世人皆言你为剑仙，不知道敢不敢接我一剑。什么意思？七年前能借圣人的九孔黑剑，我就以这九剑领教一下你林家剑术如何。好，剑起。此剑阵以海水而凝，与天地之力，以气御剑，故曰大千剑阵。去去。哎，养剑六十载，今日终能出鞘。陈北玄，接我这地仙一剑。好，林书明这一剑集他六十年功力之大成，再加上以人仙的境界推动，足以媲美真正的地仙一剑了。不知道叶将军能不能接下这一剑。九剑听令，挥圆剑阵成。此阵名为十方秋水，我以此剑阵问以地仙剑道。好，你招。招文道，惜此可也，此生能得见这一剑足矣。去。快看，林书明的剑竟然绕过了陈北玄的剑。元神御剑，原来这才是林书明真正的地仙一剑，之前的都是一个幌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杀招。对开。师父，这是陈北玄。结束了，终究是我输了，狼牙，师父，对不起你。陈北玄胜了。林施主苦修六十年剑气，成就人仙，却奈何不了陈北玄，可惜可叹呐。人仙听起来好听，可是踏入那个境界却要用寿命换力量，有什么用？不过陈北玄经此一战确实无人能治了，我等看来需要召集诸位神境仔细商量对策。无量光佛，五十年前的叶秦苍也绝没有陈北玄这样的力量。陈北玄以神境之力挡住了地仙一剑，不可思议，无法理解。这一战之后，老师怕是能登顶世间了。还有一位叶秦苍，不过不足为惧。林树明虽是，却有宗师气度。传我命令，今日以后，任何人欺辱林家，就是与我北琼派为敌。是。是我小瞧林树明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能以身运剑，积蓄六十年功力，只为劈出一剑。不过这也能看出，想在地球上修到先天，难度有多大。以林树明的绝世天资，竟然始终没法踏出那一步，不会真的只能等十年后老师路过地球把我带走吧？老师真的太可怕了。小凡，你没受伤吧？妈，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有客来此，何不出来一见？好香的茶，在下
武当李长生。你这老道竟然敢来见我。别人都畏惧你陈北玄，但我知道只要不招惹你，你就不会无故出手，乃是天下第一的讲究人。既然来了，不妨坐下喝杯茶吧。你此来见我所谓何事？你的修为只怕已踏入人仙境界了吧。果然瞒不住你，难怪他们都说你是老怪物转世，无所不知。成了人仙又有何用？不成地仙皆是虚妄。那你找我何事？我坦白和你说，我也不是地仙，只不过修行的功法神通比你们更强大，所以才能以神境战地仙而已。这个我清楚，我学武至今已经142载，可是距离地仙还是遥遥无期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想在这世间突破地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超脱这个世界。陈北玄，你知道仙门吗？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好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弃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弃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